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麻烦点券是800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嗯？哦，800是吗？哦，那800块钱就算了吧。那腾讯咋那么抠呢？才送800块钱。真抠啊！全军出击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拉一拉线，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。谢谢新叔叔50个星空卡啊！现在连飞机打卡的人都没了。哎，难呐！我真正的美隐藏在肌肤。能不能好好补刀？推 A 咬点，玩呢？这能抠着我？我锁头挂，这莫嘎拉，我说实话啊，就刚开始这个莫嘎，哎呦，你在干什么你？谁的一血？他的一血。俺们辅助换 ADC 血钻，还骗了他们家一个虚弱，挺好。往这儿走来，一动推咬，就先杀莫干了。我给你把这 ADC 杀了，起飞降落，平A接咬，推。这个兵线不要给他动了啊。升个3差不多，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无敌了。这兵线就非常的好，现在这 ADC 应该会很开心。推呀，推错了，一打半溜。推 A 点，这莫干辣这玩意儿确实挺烦人的。确实是有点烦人，这么干了，我还没法先 E 他，我先 E 他吧，还 E 不着，你知道吧？
你咋不打人呢？我先把这麦杆拉杀了。哎，没关系。推哎，你打人儿啊，别打兵儿啊。漂亮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快过来，俺俩吃一会儿塔皮。你还推呀？推吧呢。走吧。居然预判迟到失败了，你还预判我迟到？直接美甲的窃魂卷。我怎么三个人头了呢？刚才我双杀的吗？为什么我人头这么多呢？一打不溜，推，可以太大，再来一下，打不能定。往哪定呢？漂亮，咬脚筋，不过没关系。呀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我就发现了啊，老几，我的 VGM 这都是假粉丝，我一瞅啊，每天早上也不来看直播，然后就天天说我迟到，你说我迟不迟到你也不来看呢，你说我迟不迟到又能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AD 能杀得了，一打半溜，推，走位，哎，漂亮 ADC， 这边 ADC 给我辅助不错啊。哎，这莫甘娜的 Q 真魔幻。先插个针眼儿，再插个假眼儿，回家了啊！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要死了！
可以，嗯，还追呀，还追呀，我可到家了。我们是有点无敌了，我一看，先来个法川海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为什么走的那么快？因为我没加窃魂院呢。下路一打二还杀一个呀，俺们家 ADC 可以 ADC。ADC 呀，这都能没中，跑的有点快啊。先插个眼儿，为什么开播了不告诉你？怎么没告诉你呢？那不开播提醒发了吗？怎么没告诉你呢？婉豪拿了第一座塔呀，第二座也没了，厉害呀婉豪。婉豪死了，这边 ADC 拿了个双 buff， 飞咬，不跑了，不跑了，算了。我起飞降落。一技能推 A 走了，那小光头这么骚吗？那小光头今天我杀的他有脾气啊！啊，不是你有脾气啊你啊！你是不是有脾气？对不起。先来个黑暗收割，我忘了那永恩活了，你知道吗？婉豪想抢人头失败了，婉豪。真落手，一定就是为了那红 buff， 我跟你们说，他妈早不劈他，他在那等，等 ADC 死了以后，他啪一个外圈扣接一个劈，给我把这小光头杀了，你还挺有脾气吗？你看，头发给你揪了。那辅助怎么跑上面来了？咦，哎呦我咬一 W 推咬闪现起飞，好痛啊！这一刀暴击了。哎呀，我没甲窃魂卷呢！我靠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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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可不行。
先来个沙漏。咱们先上去杀个鳄鱼。一咬，鳄鱼稍微有点脆啊。咱们先打个野啊。刷个 F6 打野蜘蛛，再去打个蓝去。把这蓝打完，看看鳄鱼还上不上线啊？鳄鱼上线吧，鳄鱼刷，峡谷刷了，打个峡谷吧。这波俺们家是三打四，还打死俩，三打五。加油吧，兄弟们！中路支援一波来，快点来！头挺大的啊！咬，致命点呀！双杀。下去杀个 ADC， 把我们美甲窃魂卷的层给他攒一攒啊！这 ADC 还在带呀、啊，别打不得亏。最好是少吃点兵，这波兵带完不吃了啊。先来个沙漏，出个法传棒，最后把那个把那疾兵碎片给卖了，出个猫子。马上到，兄弟，坚持住！飞咬，起飞降落，先把那 ADC 给我杀了，杀小光头，鳄鱼，来25层美甲血红卷，哇，打工了这波，我居然会打工，我没想到。中路给他插个眼儿，差不多。这一波，据我的推断啊，对面很有可能会在上半段出现，啊，因为上路兵线马上来了，我们在这儿等一下子啊。你看，就比如说这永恩，一会儿就到。把跳弹打了，
把鳄鱼试试能不能杀了啊？这鳄鱼，击打火牛，推咬，咬点人。鳄鱼的虚区也很高啊。一点血。那永恩不搁右边呢吗？瞅没瞅着吗？有点瞎了吧？别诓我！咬，推，莫干辣能不能杀？漂亮！起飞！炸！我还有钉呢，鳄鱼，你想杀我鳄鱼？我钉还没。